新台。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创意理财尽在运通。欢迎收看股市将军。什么菜最好吃？妈妈煮的菜最好吃啊，对不对？什么股票最好赚？你跟着我一档一档重压，每一档都全力的重压，最好赚，最好赚。今天很多股票涨停，对不对？还蛮多档涨停的。我不禁要问啊，我问一下，假设啦齁，你现在看这一坨，涨停一堆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买到其中一档涨停板，是你全心全意每一个部分每一次都是这么操作，那我支持你。那如果你看到刚刚那些涨停板其中的某一档，只是你的持股里面的十档当中的其中一档，那有什么用？那没有用啊，没有用啊。你看的节目就不是百分之百实际操作啊，就是糊弄各位啊。那昨天如果有预告，那我没话讲哦。如果你看你现在哦，你老师在节目上在讲要涨停板，节目上讲的没有关系。那昨天没预告，那没有预告，那都假的嘛，就这么简单嘛，这很简单的嘛。今天我们股票没涨，老师没涨，讲那么大声，没涨，讲那么大声。那你老师的股票涨停板你有吗？你有全部重压吗？你有再来跟我讲啦。你有像我这样一档一档一档的，一档一档一档的，而且是每个礼拜，每个礼拜你都知道重压哪一档股票，你这样才会翻身翻倍啊，不是吗？你每个礼拜，你每个礼拜，你最少买了一堆，不要讲每个礼拜，你每天都买一堆股票，怎么会赚钱？怎么会赚钱？不会赚钱啦，没赚钱就是没赚钱啦。你有没有发现我的股票没涨，我的气势非常的强？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？我会因为我的股票今天没有动没有涨，我要拿别的出来搬出来讲啊，我今天要涨停板。我不是那种人啊。难道你们喜欢看那种节目，你去看，你去先去参加别人的。参加你就开始骂，我不会骗你啊。因为老师讲你又没有，老师讲得很爽的时候你都没有，老师讲得很爽你是干掉干得很爽，而你老师功那就送欸。我不干这种事情哦，我不绝对不做这种事情。我讲的就是我正在讲，你跟我是同步的，同步的。什么叫同步？我说上上上三个礼拜四个礼拜前你一定是做这一档啦，没有别的啦，没有别的啦，没有别的啦。你如果三个礼拜前你一定是跟我做这一档股票，放大给你看，你一定是跟我做这一档叫日子。那上上礼拜呢，是不是这一档？是不是这一档？那我出有没有跟你讲？同学，我出我跟你讲不？我出我跟你讲不？我连出我都跟你讲哦，我连我出我都跟你讲哦。那有没有你们觉得很神奇？我出完一二三四五六六天就是不涨，六天就是不涨，你有没有发现很神奇？有没有非常神奇？那我是把这一档股票换到哪里去？有没有换？有没有换？有没有换？有换。那我问各位一件事情，那难道我的股票每天都会涨吗？那你们就喜欢这种的啊，每天的话一定要涨啊，然后这个又换到那个，那个换到那个，难怪你不会赚钱，难怪你不会翻身翻倍，你永远都在做那白工啊，做白工啊。我今天帮你一个忙哦，
我今天想要做一件事情，我帮你一个忙，我帮你一档换一档，你来试试看，你来体验看看。因为节目上能讲的我都已经跟你讲了，我连昨天都跟你讲说，如果你还在追，那你要留意哦。我昨天有没有跟你讲？我昨天有没有跟你讲？我说当全市场最热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去推荐，很多人都会跟你讲，哎，你知道这样子差多少钱吗？哎，这样快跌了30块，30块还30万块都没去啊呢，同学，你一定要这么做吗？你一定要买到最高最大量，买到最高最大，然后钱不见了，你买10张赔30万，你的钱很多是不是啊？你要知道你买的位置哦。那如果你买的位置很高，那你就要小心一点。说实在话，有时候苦口婆心你也听不进去。那其实7月、8月、9月的营收都公告，所以你要特别留意，你要特别留意。现在还有哪一些7月、8月、9月第三季的营收？听清楚哦，第三季的营收，它如果可以赚的比上半年还要多。或者是第三季的单季营收可以赚的比去年还要多，这些都是标股，这些未来都是标股，这就是其中的一档。但是它涨了，有没有涨？它知道在这一段在涨什么？这一段在涨什么？这一段在涨什么？这一段就是在涨什么？涨第三季，涨第三季，给你看一下啦，有没有 ？Q3 5块，可是当这个资料跑出来的时候。当全市场都知道的时候，它就不是利多了。那你要去寻找啊，你要去寻找啊，你要去寻找哪一些有可能是第三季它跳出来会比上半年还要多。看一下我们的股票好不好？你可以回答为什么它不跌吗？你可以回答它为什么不跌吗？那我有没有在很关键的时间都跟你讲？我有没有在很关键的时间都跟你分享我的看法？那你看我们节目看多久了？我先给你看齁，我每次在很关键的时间都会跟你分享。你有没有看过这张字卡？你有没有看过这张字卡？打星星，打星星，打星星。你有没有发现都在什么位置？为什么会创历史新高？都是在亮。你仔细看哦，我每次都在很关键的时间。你刚刚看到星星的符号是这一根，这一根，有没有？还有这种位置。那你有没有发现，连续我把它放大一点哦，你仔细看哦，你仔细看哦，1、2、3、4，这4天为什么横盘？为什么？那你仔细看哦，我把这个量移到上面给你看哦，量缩。那我是不是在很关键的位置？这一天。还有这一天，你看一下，我有没有在这一天跟你讲说这个位置就是这个位置？这什么位置？这个位置就是这个位置，涨10块，再盖起来是给你看，跟这个位置像不像？跟这个位置像不像？这个位置，这什么位置？没有什么位置，涨10块，再盖起来给你看一下，请问这什么位置？请问今天？今天什么位置？今天什么位置？是不是跟这个位置很像？是不是跟这个位置很像？是不是跟这个位置很像？那请问呢？请问你的看法如何？你觉得呢？走完了吗？走完了吗？我交代完毕咯。他第二季赚多少钱？你自己去看。上半年 0.7。可是我节目上都跟你分享过了，你仔细看哦。来，上半年才赚 0.7， 可是他8月单月，这是一个月，八月一个月就 0.58， 这我曾经也讲过，六月一个月就赚 0.52， 那七月加八月加九月，现在每个月都可以跳出 0.5 多，那七加八加九，你数学好不好？这样是多少？这样是多少？那上半年才 0.7 哦，上半年才 0.7 哦，上半年才 0.7 哦，上半年才 0.7 哦。
那会不会 Q3 第三季单季就赚的比上半年还要多？那去年一整年是1.8块，那如果不小心他第三季单季跳出来，如果跳的比去年全年还要多，会不会飙？为什么股票不跌？为什么我的股票不跌？我问你，为什么我的股票不跌？你回答我，你回答我，那没涨嘛，没涨是事实嘛，也没有没涨停啊，没涨停啊，没有大涨啊。你看我节目操作没有关系，因为我知道你很想跟我的单子，但我说过啦，聪明的你就一档接一档啊，我也都跟你讲过啦，如果你上上上，你三个礼拜前你跟我这么做会很开心的，会非常开心的。你可以做日期啊，你可以做什么预结也好。我请问各位，那你是不是一档一档一档接着去赚？有没有？那时间到我都会跟你分享嘛，有新的我就跟你讲，有新的有没有？卖我也跟你讲，我都说我扣讯都给你看了，卖的就是买哪一档，卖的当然就是买这一档啊，就是买这一档啊，就买这一档啊，就买这一档啊，就是买这一档啊。那股票要每天涨吗？你们就喜欢听那种鬼话，每天涨，每天涨，每天这个换那个，那个换那个，哦，很强哦，参加什么都不强，参加你什么都没有。那我们不一样，我们不一样啊！再给你看一次，你要看这种东西哈、哦。如果你不会看，我教你，我教你。你看节目如果没有看到这些，你白看了。我说，当我在讲日时，100%实际操作，定高跟一定是定这支的啦。那我在跟你讲日讲啊讲这个，你错过，那你来参与，这是新的。上上礼拜就是这一档，那是卖了，卖了才能够再买这个嘛。每一档我都是100%实际操作啊。当然啦、啊，当然，你昨天可能听我介绍啊，老师，我听你咱讲这支，敢那无去呢？今天敢那落呢？敢那落吼？敢那落对不对？落未使讲晓，落都唔敢讲晓。我唔是恁老师啊嘞，落都唔敢讲，讲心呢？我有讲这支无？迅德有讲无？季线，季线，季线。有啊，有讲啦吼，啊基本面有讲过无？有啦，有讲过，对不对？我当时在跟你讲的嘛，讲的那些资料，你有没有印象？你有没有印象？你没有印象，对不对？你一定忘记了啦，你一定忘记了。那我给，我们给你看过这个，我先给你看，这是我之前讲的，这问进行讲诶，有无？我甲伊讲，伊甲顺宇光学，啊伊策略合作伙伴的是上影，啊我甲伊讲这八家。这是全世界前八大的 PCB， 都是迅德的客户。嘉联益你有听过吧？有吧，有吧。今天耀华涨停，最近嘉联益也很强，建鼎、华通、景硕，那这些股票这么强，这些都是他的客户，订单都往这边下。那你说这个不重要，那没关系，那你不要看这个，看这个。我说重点是在明年。这是因董座，这是因董座，因董座给他讲的啊，光学镜头设备最快明年就要上市，因为他跟谁，我都跟你讲过，他跟顺影光学合作。哎，你知道吗？他没有办法跟大力光比，顺影他绝对没有办法跟大力光比，但是他想要找一个合作伙伴，在中国大陆，因为中国大陆现在手机一定都是出双镜头的，现在没有在单镜头的。那我问各位健身，那为什么今天不涨？今天为什么不涨？老师没去啊，没去你要讲啊短信啊。老师今天没涨啊，没涨，为什么？因为刚刚这新闻了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他现增定70块，现增定70块，现金增值定70块。老师定70块，这股票就要跌了、啊。你到底懂不懂啊？有人定70块，他就要回到70块。那如果回到70块，那谁要现金增资啊？那个是说你价差很大。什么叫价差？那这我也解释过啦、啊。我说当初这个跌是因为什么？当初为什么会跌？当初63.7块到这个位置，是因为它的现增，它定太低了，它定到47块多，不到48块，跟当时候当大概64块、63.7块的那个位置。差不多30%的价差，所以它股价它会去修正。那这个价差不到，这价差还10%，你也敢？你谁敢啥？我想无，我实在想无。
哎，阿同学，要不要看一下基本面？要不要看一下第三季季营收是创历史新高？我让你看基本面哈，你改看电脑哈。哇，你注意看哦。你如果懂的话哈，那你就懂了。其实这些资料，这些资料你有空的话，啊，我看一下哪些新闻是可以让你参考的。这个啦，这因懂做讲的，这不是我讲的哈，这资料。因董座讲的啦吼 ，Q 三盈余会超越 Q 2 Q 三看一下 Q 三偌济 ，Q 三偌济 ，Q 三偌济啊 ，Q 2啦，1.94，董座说 Q 三一定会超过1.94，那是不是代表第三季一定会跳超过2块钱？那第三季如果跳一个超过2块钱，再加一个3块钱，安尼的5块呀、啊？啊，今天拉回是让你买还是怎样？还是因为现金增值赶快跑，哼！你最好你赶快跑，你最好你赶快跑。当时候的康控，哎、欸，康控当时候有没有？哎、欸，同学，当时候的康控，我请问各位一件事情：当时候的康控，我给你看哦，这是我昨天给你看的东西。当时候康控我都跟你讲过了，因为它资本支出，它股本8.9亿，资本支出6亿，私募7.2亿，私募7.2亿，为什么？他有产能嘛，他有订单嘛。讲这些没有用，那我希望你来，我希望你来找我，你来找我啦。这样子，今天一档换一档，今天就是一档换一档，一档换一档。哎、欸，我们昨天那个反应太热烈了，我把它撕掉，可是昨天一堆人打来，破例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，看清楚哦，没有跟你开玩笑。明天我再拿出来，我随便你哈。今天破例最后一次，这反应太好了，真的。那你想要来试试看，你就来用这个加一什么多几个月，因为不能行销，你自己打来问。好，庄先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地震了，怎么办？一趴下，二掩护，三稳住，抓住桌角。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最后一次喽，明天就是把它断掉了就没了哈，加什么多几个月，最后一天，到过年，我们每个礼拜都是这么做，每个礼拜我都给你重压一档股票，每个礼拜我都让你重压一档股票，只要188，只要188，只要188，请你来电02-236-9333，02-236-9333。胜关键，您需要领先的资讯，精准的分析。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。大来国际投顾，请直播02-2365-9333，02-2365-9333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Choose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，只有唯一，值得收藏。远雄的 One， 台湾最高68层顶级饭店豪邸，亚洲第一高私人会所，高空公社，百年大景，世界尽收眼底。六星饭店服务，天空直送，尊荣独享。收藏的 One。唯一无二。我们来看一则新闻，来看一下有关康控在五月份，这个我讲过咯，我讲过咯，当时我说他什么5000万美金的连带案，你有没有印象？五月份在哪个位置？五月份在什么位置？五月份你自己看啊，
五月份在这种位置，那为什么要连带5000万美金，15亿？为什么？我有讲过啊，公司如果要钱，有大概两个方式，一个是私募，一个是现增。那你要知道说这些钱的用途是什么？我上次也跟各位分享过，它产能满载，它需要钱。那一家公司，一家公司的股本10亿附近，银行愿意借给他15亿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后来大家都知道了，就是防水啊，就是 I8 的防水啊，就是 I8 的防水啊。可是各位你注意看，今天这个新闻，迅德的新闻，今天什么新闻？你看到是这样的新闻啊？你看到是这个新闻？你看到叫现增定70块钱，对不对？你看到是这個，我看到是这個，因为他拿着1.26亿置地违建扩厂。那为什么要花这个1.26亿去什么？去扩厂？扩厂？如果一家公司他没有订单，他盖厂房要干嘛？你回答我啊！你回答我啊！那你是不是要跟这样的老师操作？还是我今天在拿一档涨停板跟你分享，说，嘿嘿，我签个另外一档涨停板，很厉害哦，吼吼，现买现赚哦。我没有预告，所以你看到我的节目跟别人不一样，保证不一样。因为你看了他台，没有人敢跟你讲100%实际操作啊，没有人敢跟你讲说他上上上周跟你推荐这档叫日慈，上上周跟你推荐叫硕和，上周跟你推荐什么丹景，你都知道。但是你千万不要买到最高点，然后再赖给我哦，老师，我看你这把我买的熊关掉，那我也没办法。我说你不要省资讯费啊，你不要省资讯，你不会怕，你不会错杀，我也没办法讲你什么。那你今天看到新闻，你要错杀，你错杀干我什么事情啊？你错杀干我什么事情啊？哪一天他要创新高，创新高，创新高，又喷上去，喷上去，喷上去？老师，我卖错了。我看他那个现增70块，我赶快砍。这档股票曾经也办现增，哎，这档股票也不错啦，你自己留意一下。齐立新当时候也是在什么位置？你有空自己去看资料哈。他当初在六月底这边现增2500万股，当时候定在70块钱那个现增的位置，各位啊。你不要看这个没有跌多少呢，可是你杀，你乱杀，最后就是错过这种大行情。它也是第三季单季赚赢上半年，所以股价才会创新高。你真的做功课，你真的好好仔细做，你不会怕赚不到钱。我都跟你说过，你要去找为什么？人家为什么不跌？为什么不跌？为什么不跌？它第三季漂不漂亮？我讲多次了哈，那你要看到最后的结局，那我没你办法，你一定要看到它喷出去创新高，然后再去追，我没你办法。那我说过哈，聪明人不要省资讯费，昨天被我撕掉，最后一次来，真的是破例哦，破例，再破例，今天最后一天，加什么多几个月，加什么多几个月，把电话拨通就对了。感谢你的收看，明天再见，拜拜。公司与所推荐分期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最后一次咯，明天就是把它断掉了，就没了齁。加什么多几个月，最后一天。到过年
我们每个礼拜都是这么做，每个礼拜我都给你重压一档股票，每个礼拜我都让你重压一档股票，只要188，只要188，只要188，请你来电02-2365-9333，02-2365-9333。您需要领先的资讯，精准的分析，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。大来国际投顾，请直播02-2365-9333，02-2365-9333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Truth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。是麻婆豆腐，那是姑娘来讲，当然公开。小爱发生，我就是不亲给。我们一起分享家的味道。Yeah!在生活中，有许多的病菌透过飞沫和手传播。打喷嚏时，用手帕掩口鼻，来不及可以衣袖代替，减少病菌散播。预防疾病传播，请注意咳嗽礼节，并保持手部清洁。远雄左岸57000坪水岸智慧造镇，远雄左岸桥串流1300公顷河滨美景，超越22座大安森林公园，全球第一，台湾唯一，远雄左岸。命运的四招，不会游泳也要学会的水中自救。落水时，双手举起向下拍打，并大声呼叫引起注意，抱住现场的漂浮物或脱下衣服。从头后向前抛，形成。